爆炸纸。柴火呢？老婆，我没有吃到柴火。哎，老婆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。虽然我没拾到柴火，可是我发现了一种着火的石头。快往壁炉里加石头。是。太神奇了。这种石头叫做硝石，是制造火药的原料，遇到高温的时候就会爆炸。爆炸！老婆，这是伟大的发现。伟大的发现。老婆，这招不灵了。不。不。亲爱的小羊们，尝尝灰太狼大王的厉害吧。怎么还没爆炸呀？
想炸我没那么容易。嗯，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哪有这样的事情啊？老婆。羊呢？别提了，差一点就成功了。老婆，你放心，很快就会有羊肉吃了。嗯嗯老婆终于体谅我了，还是用这个爆炸纸做的平底锅好，比较经济。快来看，好漂亮的精品呐！快来看！啊，好漂亮的精品呐！啊，是啊，有了这些幸运星，可以带来好运气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你不要就算了，我卖给别人去。哎，我要我要。有羊肉吃了。刚才什么声音啊？好大的响声啊。啊，美羊羊呢？那车是谁的呀？放在那儿。哇，好多玩具啊！小心呐！好厉害的纸啊！一定是灰太狼，一定是他把美羊羊给抓去了。想到办法了啊！就用这个东西来对付灰太狼，那不是连美羊羊一起炸了吗？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。谁的箱子？谁丢了箱子了？啊，是我的了。我要回家。我让你再吵。下雪了。就这些小玩意儿，能难得了我灰太狼大王吗？
好，把东西还给你呀。哎，我不要啊，我不要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